今天天气挺热的，然后我家领导扯皮可以去买点冰激凌吃，我就接了这个光荣的任务。我现在去超市买点冰棍和冰激凌。看我为什么穿长袖，因为我在买冰激凌的地方是冰柜，很冷，所以我穿个长袖，哈哈。啊，因为最近都孩子都在家上网课，然后我想这个得补一下眼睛，别让眼睛坏了，所以我就在屈臣氏买了一个这个鱼肝油补眼睛的。然后那个我们家妹妹现在长个儿，可能有那个成长痛，就买了一个这个维生素 D 补充一下。然后现在去办正事儿，买冰激凌，好好好好。这边的冰棍特别多，我准备吃一个没吃过的，看一看选哪个。我准备尝尝这盒，这边看，拿一盒，我们家人比较多。这是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然后再找个冰棍儿。拿一盒这个雪条，这两盒应该够吃了。这边买冰棍的人还挺多呢。散步在北京城里的夜，山里头的半日的闲，搁这儿遛弯的人别绕着您都请便。半半拉拉小道明野，胸无大志爱烈，少来打听那有的没的，翻一个底儿掉先朝天。顺天下事，逆天下事，人山勿扰，方为舒适。人间不如意，随了谁的心，但求无愧，自在随心。长饮长尽，长清尽灵，凡人本就有余气尽。我买好冰激凌了，现在赶紧回家，别化了，给大家看一看我买的都是什么好东西。这盒是有六个，这是70港币，这是日本明治的。然后我们家七口人，一人一个。然后我不准备吃，我准备吃能盛到碗里的那个冰激凌。我准备吃这个，然后这个是80港币，这个不知道是哪儿的，上面这个好像不是英文，所以尝尝呗。我发现今天去买冰棍的人还挺多的。好多人去买，人还挺多。然后那个那边有那专柜，有好几个专柜是卖那个哈根达斯的，但是没看见什么人买。我估计平常在外面啊，飞机上还有哪儿老吃那个没什么新意，然后买点那个没吃过的。我比较喜欢吃那个奶味比较足的，等我回家尝尝。反正我买了一盒白的，那盒白的我觉得应该奶味比较足，等回家尝尝啊。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拜拜。